在现在呢，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呢，那我们要如何掌握大数据呢？让科技串联观光产业啊，已经是现在未来的趋势哦。但数据要如何应用呢？该怎么样有效的创造商机呢？那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博利斯饭店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许沐逸许总经理来为大家说明何谓数据的力量。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许总经理，欢迎您。大家午安，很开心这个下午有这样的时间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简单介绍一下博利斯，我们是一个 B2B 的团队，所以相较于今天各位分享的，我们服务的对象比较不一样。我们主要服务的客群是在台湾连锁集团亦或是上市规模的饭店。那我们做的事情是协助他们做数据的分析，还有策略的规划以及管理。对，所以今天也会从这样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领域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看到数据的一些机会跟可能性。就是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最近走到哪里，就是呼应刚才张博士张主任提到，就是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讲 data， 然后很常听，然后有一点悬，然后又有一点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又把它变了很多个名字，有人在讲 data science， 然后又有人在讲 big data， 然后还有人说到更厉害了，有人提到 AI， OK， 然后也会有人提到 maybe marketing 的 analyze， 所以忽然间好像数据这个字眼或者资料这个字眼在我们的商业上一直的被提到，很频繁的被提到。那我们就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那这究竟它是一个理论吗？因为理论在我们商业场上好像坦白讲价值不高嘛。那亦或它是一门科学，那可能又离我们更远了。那我们心里面就是思考一个问题，那究竟这个主题或者是 data 它在商业上的价值如何？所以我思考后，我决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方式我会调过来，我可能不会跟你们一下子聊太多的我们在做 data science 的事情。我想要先挑一个 case， 因为 case 是我们实际上做的 case。那这个 case 它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哈，因为我觉得其实实证在商业场上比较有价值了，所以我挑了一个我们已经运作快满四年的个案。然后这个个案当中，这四年我们透过数据的力量，在这个个案上面究竟做了什么事情？那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对这个个案到底造成什么影响？好，所以我想用这样的角度来跟大家切入跟分享。那讲一些背景，这个个案基本上它等一下跟大家 share 的数据，它是由会计师签证401报表的数据，所以你们也可以比较直接的看到数据这个角色在产业中扮演的地位。OK， 这是一个2013导入的个案。好，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透过饭店产业的数据跟策略，然后建构它整个市场的策略规划，还有实际上的操作。OK， 你看到一个非常平凡或不起眼的饭店，好，我跟你讲，它恕我直言，真的很平凡，就是一家 local 的小饭店。然后装潢不特别，然后位置不突出，然后又在全台湾的一级战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饭店这个产业的了解哈，礁溪一个乡，一个乡在观光局登记的立案的饭店超过130间。OK， 那在观光局登记立案的民宿的话，超过500间。所以这是一个乡，还不是一个县的等级，所以它很不幸的一个不突出的产品处于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区域。 OK， 所以在2010年这一年他们开了这家饭店，那可想而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他们不太容易哈。那接下来跟我们的合作从2013年开始，那究竟合作些什么？我们做了些什么样的尝试跟造成什么样的改变？稍后我们跟大家分享。OK， 先讲我们没有做什么。好，第一件事情是它是原来的 building 没有动，那当然它也没有再重新投入装潢的改变。
那挂本来的品牌，原来的经营团队，那一直到今天都是原来经营团队。所以在这样的架构之下，那究竟 Blast 团队跟他们的 co-work 方式是什么，或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去协助他做资讯系统的整合建制，然后第二个是网络市场的部件，那第三个是数据分析跟策略的执行。那看起来很短的三行，在一个 local 的 business model 里面，这三样东西要装进去其实蛮花力气的。对，你可以理解的话，就是说其实台湾还有很高比例的旅宿业者是用纸本在做订房跟运作他的每日流程。所以如果你走到一个可能乡间的民宿，或者是比较非都会区的中小型饭店的话，你问老板住房率他可能会答不出来，这是事实哦，因为他们的线下作业的比例还是太高。 OK， 所以在这个 business model 里面，我们放了这三样东西进去。先讲效果啦，对，这个比较快。 OK，2013年导入前，他历年营业额最高的一年是2400多万，2438万。那 run 到2016结案的话，我们实际上的401报表签证是4580。对，这是第一个差异数。那第二个差异数是，因为其实如果只有营业额的上扬，那均价没有上扬的话，其实它意义不大。所以它的平均房价从我们进去之前，它 ADR 是2835。然后到2016年是4658，所以它是一条蛮漂亮的曲线，就是它的价的曲线跟量的曲线是同步上扬的。那从这样的反正当中，我们今年又有一个更雀跃的数字，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成因嘛，那它有景气的波动或各方面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17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了。为什么？因为从数据团队的操作就觉得越难操作的景气我们越喜欢。为什么？因为难操作才代表成长是打败大盘嘛。对，那所以今年的从17年 close 的操作绩效的话，是比16年又在成长 10.38。 那这个成长率给我们的一个印证，就是说其实当你用深化的数据操作的时候，它能够实质产生的绩效是有机会去挑战到景气本身的衰退。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个案的数字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们在做 dynamic pricing 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雀跃嘛，或者是一个印证哈。就是 OK， 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75大于 98.5。 我想要表述的是什么呢？我们其中一个个案，它是12月是传统的旺季，然后11月相对淡季。那在旺季跟淡季当中，就会有一种操作，就是说我们会用价量关系去做操盘。那我们操盘的结果先跟大家分享哈。这个上面是住房率，所以十一月的住房率是这个数率的采取的节点在11月15号当天。11月15号的时候，十一月的住房率已经几乎100%，是98.5。那12月已经收单的是75，但是很可观的是，75的百分比的营收已经大过于 98.5 百分比的营收。这代表什么样的操盘概念呢？它的操盘概念就是说，在相对我淡季的时候，我会用价格的攻击去取得接近100%满房的销售率。反过来，当我在强势季节的时候，那我就会用 auto pricing 的方式不断的去重复运算，运算出在供需之间我可以取得的最高交易价格。那更新一下数字，到今天出来前，我请我们的团队帮我调了一下数字。十二月的营收已接订单已经是11月的1.3倍了，所以你就看到数据的力量，就是说在淡季的时候，它也能够顺利的把难以销售的房间全数销售出去。那在我们传统旺季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直接收单，它更可以收到比原始价格更高的订单。那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十二月它最后进单的房价哈，我们一般饭店的销售很常见，就是我一价到底嘛，平日、假日、大假日三个价格一年卖到底哈。那十二月份我们这个操盘的个案，它实际上的平均房价已经在它本来的平日、假日、大假日的定价的180%，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其实很多时候你手上有的房源，它可以销售的可能性是远高过于你自己对他的认知。
那纵使在景气的因素，因为演算法它是会跟着景气跑的，所以纵使在景气的背后，你还是可以去取得它交易数量的极大值。所以传统饭店怎么操作？这个其实不止传统饭店了。您现在看到国内像我们服务的部分公司或我们接洽的部分公司，纵使是可能国内大型的连锁集团，还是用相对传统的方式在操作这个产业。好，那可能 OK， 他们有一个行销业务副总或行销业务总监。啊，他们的角色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会提一个年度预算，然后年度的 agent 报价，然后年度合约公司的报价，然后年度散客的价格规划。那其实从数据的角度，我们最喜欢看到竞争对手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在数据的时代，在网络的市场，真正要定义的话，没有年度价格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我们更动价格的频率，我们操作个案，那平均每天推播上去的价格数量，大家可以想想看，像年度价格的意思就是说，它假设四种房型的，那 maybe 它四种房型，那乘以它平日、假日、大假日，那就是四乘三的矩阵，十二种房价嘛，对不对？大致上是这样。那我们在我们的操盘个案一天推播的价格数量是超过500个价格，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把价量的关系透过运算的方式去做深化，然后让供需的媒合是在它销售价格极大值的那个点上去做最大的媒合。OK， 所以这是传统操作价格的方式。然后这是传统的 data， 一般饭店的行销业务部门或者是 revenue manager 部门，他们处理的事情就是从 OK maybe 他们有一些同业交换的住房率，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他们自制的业务报表，好，然后 OK 他们有 GDS 的报表，然后有预算达成率分析。那这样的模组就是传统一家饭店在运营的方式，好，或者他们所谓的行销的方式。那在这个年代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不一样，刚才有很棒的团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网络市场的变化，确实是如此。所以透过资讯透明、网络透明，然后所有的资讯快速传递的时候，刚刚提到的去中介化的角色非常明显。为什么？因为今天房价是很快可以被比较的一件事情，不管可能各位透过 Meta Search 或者是很常看到的比价网站，那它就会将房价这件事情极端的透明化，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灰色的空间。那再来通路的革命，如果回到大概10到15年前的话，我们的一趟出国要取得在地的资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现在可能各位现在手机拿起来，你全世界的机票都可以订，房间都可以订，然后透过像刚才各个团队提供不同的好的服务，你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深度的旅游体验。所以通路当中就是指消费者跟旅游产品当中的借接渠道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再往后的话，消费者自主的革命，这个也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趋势，就是当资讯是透明的时候，那当资讯流顺畅，当金流是顺畅的时候，其实消费者会有一种惯性，是会喜欢拿回自己的自主权。意思是我的旅游我决定，我不太希望有很多的第三方帮我包了很多所谓的 package， 那里面可能有70%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有20%我不太喜欢，然后有10%我非常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消费者的自主权它会回到消费者手上是必然，而且是不可逆的。当你我体验过自己做决定的感觉而且是顺畅之后，你就不太会将这一个决定权重新交付给第三方。再来，资讯它是快速的点对点传递，所以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业者传统的布局已经不太够用或不太好用了。就比如说，其实行销预算没有变便宜，旅展的参展费还不断在升高当中，然后平面广告的费用越来越贵，但是当我做了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很明显的它的效果是在下滑的。所以资讯点对点传递的时候，那布局的方式跟在网络市场上的战略，它又是完全不同的现象。那有几个挑战，第一个是通路。其实，在做很多
先进前辈相当的了解哈。过去就是走反正两个嘛，我要嘛就是旅行社公司行号，那不然我就是走直客，用这样的运作方式。然后那如果比较大型的连锁集团，会有一个很厉害的订房经理，然后再加上行销业务总监做所谓的控盘的事情，这是在传统的团队运作的方式哈。那但是在现在数据的时代、网络的时代，这样的运作完全不敷使用。这张图就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旅宿产业资讯运作的方式。那这个方式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从几个数据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饭店做起来其实也会有一种越来越辛苦的感觉。那这辛苦从哪里来呢？回到刚刚这张图的话，好，我们帮台湾的饭店业做过详细的计算。一家饭店平均要操作23个资讯平台。怎么定义资讯平台呢？可能你们的 PMS 是一个资讯平台，你们的官网订房的 Booking Engine 是一个平台。OK， 那你可能会上很多家 OTA， maybe 它叫 Agoda、Expedia 或不同的名字。所以 你们同时还要操作着社群平台。所以这样各个平台运算起来的话，平均值在台湾的饭店领域，你要操作23个资讯平台。那每个平台平均有几个参数呢？372个。好，那所以过去都会早期在比较中小型规模的饭店，习惯会请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相对比较会用电脑的伙伴，然后那一位叫做订房组，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你再看后面这个数字，等于他同时要操作8556个参数。你不要讲一个订房组了，像我们 team 里面很多台大的硕博士，你叫他一个人操作8000多个参数，我跟你讲，没有人做得到。这个还没有加上时间的维度，所以再乘上去的话，它的可能性又是更多了。所以这也是在数据的时代，用单纯人来操作数据这件事情，它的不可行或它的难度。那第二个挑战，在行销面的挑战，刚我提到了，过去可能 OK， 我年度三大展、五大展，我跟着参加，那再怎么样，每一个展我就是会收几百万的营收回来，或上千万的营收回来。那第二个，传统媒体跟公关的操作，那只要我可能透过交换票券上一些杂志，然后可能三大报的关系我顾得好，那基本上知名度跟流量就会有一定的水平，哈。那再来就是说，在地的广告，只要在好的地点，我该有的广告露出，那 walking 就会跑到我们家来。这是传统都是这样的运作模式。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消费者的决策，它是透过不同地方在接触饭店的资讯。你我都一样，就像可能您今天住了一家饭店，你喜欢，你会透过 Line 跟你的朋友分享，那你会透过 FB 打卡来分享。所以在数位行销的布局 ，Google Ads， 然后怎么样透过 Retargeting 可以得到高比例的回客，这些的操作技巧以及它跟数据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很难再用一些传统的经验或直觉的方法去运作。第三个挑战是资讯工具。我大学毕业第一天就在饭店站柜台，然后在饭店站柜台一路做到总经理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也是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有一个比例台湾的工具还是比较老旧的线下工具 ，server base， 然后没有办法有有效的 integration， 然后很高比例的手动操作，然后使用者界面老旧，学习困难。那这些东西加起来，其实对于业者来讲就是跟市场脱轨，这是一个难题哈。那资讯工具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观点会有几个必要的存在。第一个是要有大量的 API， 所以刚刚听到张主任提到的，如果政府的 Open Data 里面有一些 API 的借鉴，我觉得是非常的让人兴奋跟期待哈。然后还有 Two-way Integration 的资讯交换，包含跟网络市场的资讯交换，然后包含跟分析工具的资讯交换，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 Real-Time Analyze， 因为现在市场波动太大了，所以基本上一个饭店的演算法，基本上我们都是以秒为单位再重新算的，所以看周报表、月报表、季报表，那个如果比较直接一点讲，那就在市场上等死了，因为那个时间差太大了，别人已经调了 maybe 500次、800次价格了，你还在看季报表的话，你这样要跟整个市场 beat， 其实是完全没有机会的。OK， 再来
data visualization 很重要，因为你有太大量的数据要看了，所以能够看到目视化可以直接做决策的报表，会是你能不能够做出精准正确决策胜出的关键。那最后就是 auto pricing， 因为你有很多很棒的决策，那你也掌握了很大的市场，所以你用人的调控的话 maybe 你已经产下很好的策略，但是等你的团队把这些策略设定完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三天或多久的时间。所以在饭店这个旅宿这个产业在运作的时候，它一样了，就 data 就是这么讨厌，你就是要用这么多个圈圈去解决所有决策相关的问题，你才有可能产出有经济价值的策略，然后最后造成你营收的成长。这个技术上就不多说，我从实际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你一定要建置一个高效能的资讯工具，千万不要用那个竹竿打大炮，你稳死的。所以一定要手上有高效能，然后可以快速运作、快速分析的资讯工具。那第二个你需要的事情是 two-way integration, real-time 的串接整合，因为市场波动太快、太大了，所以你不能等，你一定要跟市场是深度的整合的。那再者，在网络市场的诊断跟部件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的 team 在每一个新的 case 里面，我们都有一个长达60天的深度分析。因为怎么样做对的布局，它是一个基数，会是后面效果的根本。所以怎么样能够做正确的网络市场布局，会影响每一个旅宿业者或每一个旅游业者你在网络市场上收单的成效。那再来往后的话，有一个是网络市场的建制与优化。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了，反正就是 FB 上个价嘛，然后 Agoda Expedia 把房间放上去卖嘛，所以这样直觉起来好像它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但是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你所常用的国际的大的平台，它都是由极复杂的演算法所构成的。这也是刚才提到的资讯不对称性。怎么说呢？那就是刚才张理事长在致辞的时候有提到的其中一个黑洞。就是说 ，OK, maybe OTA 我们觉得它很可怕、很大，然后每次都收我们很高的佣金，然后每次又要砍我的价格，所以最后造成好像我就是帮他打工一样，所有的利润都他拿走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要跟国际级的通路跟平台对称竞争，我举一个 case， 我们创过台湾一个记录，我们让国际某大平台的台湾区负责人捧着现金在我们公司赔给我们服务的业者，这是在他们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他有数据优势的时候，他知道你有什么缺点，他知道你不懂什么，所以有一些不是那么正向经营的大公司，他们就会用资讯不对称性去取得交易上超过他应得的利润。那这个利润当中，唯一能够跟他抗衡的方式就是你也懂你的数据。所以我们运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也有大量的运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哪一个通路没有照着合约用对的价格卖给消费者，造成我们业者的损失，然后跟他举证跟索赔。其实这就是数据的力量，数据的力量它可以有正向积极的创造营收的价值，它也能够保护每一个业者应得的利润以及应该要有的营收。即时的数据分析，这个即时我是强调一定得要用秒为单位，因为你的饭店、你的旅宿每一秒都在进单，同时它也会有很高的取消率，所以你只有即时的分析，你才能够做对的决策，然后还有即时的市场策略产出，透过 auto pricing 的 model 被执行，然后执行后要有效的去分析，再一直修正。OK。给各位很快的看了几个例子，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多维度的分析，这个是三个维度的分析，然后对于市场变化的预估。针对单日的住房率准的话，那这个东西含金量就非常高。两个案例，一个是价格雷达，我们目前做出来是针对每一个饭店每一天的每一个房型去预估它的住房率跟可销售价格的极大值。那第二个是取消率，因为现在网络市场大家都会发现取消率非常的高。那这个部分我们解决的方式是用 decision tree 的模组，然后用 ML 的 model 去做它。那目前我们做到的地步是一张单下单的那一秒，我们可以算出它会不会取消，然后算对算错的比例，这目前是做到 0.932 了，所以大概100张单里面93张我们会算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精准的知道这张单会来不会来，我要不要马上再加价销售，或者是我要保留相对的房间。所以数据发展上，我们观察旅宿产业会有几个趋势。第一个是你可以分析的数据量大大的增加，那第二个趋势是可以操作的参数大大增加。刚才看到那个23/372嘛，那个还一直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还一直遇到很多没有听过的名字，没有听过的通路，它还有订单会进来，那我要怎么用它又是另外一个 know how 了。然后市场的波动上升，我想这是大家看到相当明显，包含说 lead day 的减短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趋势。然后还有就是数据策略影响到营收的比例上升。所以给旅宿业者几个简单的建议，第一个是对的资讯工具，然后完整的整合串接，然后一定要检视你的布局，及时掌握数据的变化，然后做出正确的行销策略，然后再从数据的观点不断的去 review 你的策略，确认它是有市场价值的。那刚才跟大家分享我们所做的事情或我们在这产业做的努力当中，我觉得其实会想回到我很喜欢刚才 Grace 提的人本的概念。其实数据它也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就是真正的数据的掌握者，它不是一种掠夺者的概念，不是因为我今天懂数据所以我要把我的利润极大化，也不是因为我今天懂数据所以我要独霸市场。那数据的价值在哪里？其实数据的本质很简单，我就回到我们刚才服务的其中一个饭店跟大家分享，透过这几年它的成长，它的员工留任率在这三年内超过 90%，然后他能够给付给员工的薪水跟员工照料比起同业更好了20%-30%，但是保有他业主应得的利润。所以我们在思考数据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是这样，就是说在数据的这个时代，不同的产业我们期待的是透过知识跟智慧的力量，能够真正成为各世代的祝福，而不是抱着一种掠夺者的心态去在数据的优势上取得短暂的利益。所以也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所努力的事情，以及我们希望在这个产业当中所带来的祝福。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徐总经理的独到见解。